我是尤达，好，我们今天呢是终于轮到下妆的时候要把心情想要明亮一点的时候就可以参考这种样子的妆容。然后啊，就是其实光方选择盘，我觉得都没有真的非常适合画，很明显，然后颜彩非常强烈的妆，所以我觉得这个状况其实已经很接近它的极限了。因为它的飞粉情形都还蛮严重的，我们一边画它就会掉很多粉啊，然后其实颜色虽然不是说不饱和，但其实。 你跌到饱和的话，它还是很容易跑掉，也不是说晕开，就是可能眨眼或是你头发去拨到它，甚至是你不小心碰到它什么的，都很快就跑掉。所以我觉得其实好像没有很适合化浓妆这样子的感觉。但我本来比较喜欢淡妆，所以尤达也很喜欢淡妆，所以这个问题不是那么严重啦。夏天的话嘛，就是希望好好的运用这些比较热情的颜色，它们珠光都很丰富，所以看起来也会很闪耀，被阳光照到的时候就会觉得漂亮啊，bling bling。 金光闪闪的这样子，然后所以啊，我们就在眼皮上面点了这样子的淡金色，看起来就可以很好的跟阳光互相呼应。那眼头的地方想要强调像这一盘很明显的这个很特别，然后很有活力的向日葵色，虽然之前也可以说它是金色啊，不过向日葵是这种颜色嘛这样子，然后点在眼睛这边。就平常我们都会点一些香槟色之类的嘛，然后偏白的啊。 或者是粉红色之类的比较，如果觉得有一点想要尝试比较特别的，然后想要让心情活泼一点的话，可以尝试看看在眼头点这样子的黄色，它其实不会到非常难以驾驭的样子。然后像这两个，我们之前都比较没有用到，但是夏天就很适合出场，眼皮的光泽看起来都很漂亮的样子，像尤其像这个 Late Bloomer 有点暖的棕色啊，看起来就是很像那种鸡蛋糕还是松饼的煎饺，有点焦的表面，看起来很香，又会让人觉得很舒服的颜色。其实不管什么时候都很适合用，除了夏天以外，因为它含了有很多间色的珠光，所以会很适合夏天的阳光。但它的颜色本身有一点暖，所以其实秋天也还蛮适合的。你只要把黄色调的这些明亮的颜色拿掉，秋天这个颜色很适合，而且这种色系就是如果你不要。 是雾面色，你不要去看它那些金光闪闪的珠光的话，在日本，它被叫做狐色，狐狸的狐，狐狸日游达，所以这就是。请帮我后置问号在这里。反正就是秋天也会很适合这盘这种颜色，所以如果秋天的话，大家有兴趣还是可以这个这一盘真的四季都还蛮适合使用，就是这次是这样子的妆容。然后啊，就要讲一下，其实我们除了。 因为是想要强调很有活力的夏天，所以用了鲜艳的橘色。那除了纯彩，除了很鲜艳的橘色以外，你真的希望不要这么不喜欢这种太明亮的颜色，觉得可能看起来年纪太小啊，或者怎么样，你其实可以用暗一点的橘红色，或者是土一点的橘色红色都还没问题。那或者是说你觉得眼睛已经这么强烈了，你不希望一切都看起来让人很有压力。 用透一点的橘色或红色也是都没有问题的，像这种水润型的唇彩这样子。然后哦，因为这次眼影晕染的范围比较大，所以我们就睫毛要记得就是要刷的比较开。反正夏天要活力一点，绽放的花。绽放的花。对，黄色的腮红就是互相呼应，看向日葵，黄色的眼影，跟橘色的尤达。 方便处理，所以先上眼影，再上底妆，然后就第一次呈现了尤达的素颜。虽然素颜也很漂亮，可是尤达就是有一点不开心，过高很重。先上一点底膏，先用偏。
偏中性色调的雾面浅褐色稍微在眼窝制造阴影，然后也界定一下眼影的范围，不是一定要做的步骤，只是我自己习惯先打一点底。使用 Late Bloomer 这个富含金色珠光导致有一点橘的温暖棕色，在上眼皮前后叠上颜色。中间眼球突突的部分留下空白，眼尾也稍微留一点点空间给深色。叠色的步骤不用直接晕染得很漂亮，因为等等都还可以修饰。接着用 Sweetness Linger 这个稍微深色且冷一点点，但是依然很搭暖色调的褐色，在眼尾画上小小的七形加深眼尾。如果有需要修饰的部分，可以再用最开始的雾面浅褐色晕染边界。上眼皮正中央点上 Single Origin 这个浅浅的让人有平静幸福感的淡金色。制造眼妆的立体感，是让眼妆明亮如太阳闪耀的重点。另一只眼睛也是同样的步骤。再来画上眼线，用眼胶笔画上眼线以后，趁眼线还没干透，可以用弹性好的扁平眼线刷拉出眼尾。不好粘的话，可以考虑一下用吹风机吹一下鼻尖。下眼影也上一点点底膏，并且在下眼皮铺上比较厚的蜜粉，尤其是眼尾，这样如果有飞粉的情况，也可以很容易就刷掉。同样用 Late Bloomer 这个温暖的橘棕色，在整个下眼线还有卧蚕的范围刷上眼影，可以刷得宽一点没有关系。下眼尾则用 Sweetness Lingers 画上下眼线，强调眼神。怕飞粉的话，可以沾取眼影以后喷湿刷子湿擦，颜色会更饱和，飞粉也会减弱。用干净的刷子整理一下飞粉，然后再用雾面浅褐色 Question of Taste 晕染下眼影外围还有卧蚕的阴影。现在底妆上完啦，我们要来上眼影的最后一个步骤，充满安全感。我们要在眼头点上很有活力的金黄色眼影 Legion of Gold。才会比较平衡。Thank you.
Revolution 加彩盘，下排又一又二两个颜色，在脸际、额头、发际线等处刷上 bronzer。黄色腮红大范围的刷上脸颊，毕竟这是一个向日葵妆，所以要看起来很有活力的样子。脸部中央就是两只眼睛以瞳孔为分界线的内侧留白，不需要刷到腮红，不然搭上眼妆和唇彩的话，整体的妆感会有太多重点，这样留白，脸部整体的形象也会比较明亮。最后刷上透明感高的白色打亮，这边用的是 Vanilla Coat， 比起浅黄色或浅金色的打亮，觉得这里用偏白色的透明打亮，整体会更和谐，然后也可以凸显可爱的黄色腮红。彩是用 Nature Republic Kiss My Mousse Tint 02号的迷你款，是一个很鲜艳的橘色，擦得薄一点，然后让全妆的边缘不要太锐利。接下来是我的部分，我的主场，加油！然后这次涂的指甲油是这四瓶，然后呢，其中呢这两个是我最近就还蛮喜欢用的指甲油的牌子吧，然后一个是 PA 的，就是这个叫蓝绿色吗？嗯，很有异国风情的绿色，蓝绿色，有一点点像热带的海洋那种哦，有一点带绿的海洋。但其实它没有到那么鲜艳，它稍微色彩都在鼻子，有点像是绿松石的颜色吧。对、嗯、然后接着是这个黄色呢，是首先涂了一层这样子的嫩的黄色，浅黄色上去之后呢，上面再叠加这样子的果冻的鲜黄色，太阳花的感觉。然后白色的话呢，也是用这一支，就是我最近很喜欢的 Leo Holic 的白色。然后它只要涂两层的话，其实都可以涂的还蛮饱和的。然后刷头是小的，对于我这种指甲片范围不大的人来说，也是还蛮涂的还蛮方便，蛮适合的。就是这样子，两只手。如果都是黄色、鲜黄色或是很鲜艳的蓝绿色，好像整个。太满了，我们想要让它更休闲一点，更轻松一点，所以就配了几支白色的指甲进去，整体就会更有现代的人，然后年轻的感觉，不会让人觉得都是风格很强烈的，然后元素也很强烈的、很满的这种感觉。讲点题外话，就是这个啊 ，PA 的啊，之前一直在做特价，就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在做特价，可是它也是属于那种容量不大。
然后颜色选择很多，刷头很小，所以如果喜欢以上这几个特征的人的话，赶快先去看有没有特价，有特价赶快先购入个几个自己想要的颜色来涂看看，我觉得还不错。还有这个 Leo Holic 的也不错，也是跟我刚才所说的一样，就是容量不大，刷头很小，然后涂起来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很容易涂均匀，就是就算手残的人也很适合的，所以还蛮快感的。对，所以如果就是想要尝试，然后它颜色也是选择很多，所以想要尝试这种类型的指甲油的人，也可以去挑几个自己喜欢的。这两个都是我最近蛮喜欢的牌子的指甲油，就是这样，拜拜。